头回儿听这个唱啊，真好听，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啊！哎呀，可以献出一切。文文都连举手在蹦高了。我就说这叔叔您太有气场了，你感染了我呀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颤，真的我都特别想跟您舞起来，特别青春，特别有活力。您说你63，没有人相信。36，人刚才说了36，也没有人相信。你要说你46岁，我真相信。但是咱女嘉宾不知道注意到没有，这个嗓门大呀，穿的特别时髦，而且底气特别足。哎，我发现一事儿啊，你说这穿呢，瑞来姐，咱俩这衣服太搭了呀，这色儿啊。一般情况下，场上如果有俩人穿一样色儿的衣服，我都发现了，那肯定相亲能成功。但愿如此。咱还想再多唠会儿呢哈，不让唠了，密室叮咚了，女嘉宾们按耐不住激动的情绪了，是吧？是不是都跟着唱起来了？嘉宾啊，感觉这个男士歌唱的挺豪爽的，挺有范儿的。一号女嘉宾挺欣赏您这类型的，二号女嘉宾呢？你好，我是二号女嘉宾。哇，这声太甜了，这男嘉宾的歌唱太好听了，要用生命保护你，靠我的双手。吓我一跳，这大嗓门子非常好，还有东方老爷们气概，东北老爷们，你整的东方这面有点大啊、哦，这评价挺高啊，全世界。全世界。三号女嘉宾呢，对咱男嘉宾第一印象咋样？感觉挺好，挺有男人那味道的，挺有那个夫妻相的哈。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啥呀？